可爱。 都是放车票的。 还有菜单呢。 以前车上还有茶叶可以泡。 上锁的水。
水桶啊，装水的。装水给人家喝。给人家喝的。这是旧电话。可爱的娃娃，那很海报了，宣导海报。对，以前那种旧式的捍卫座上车要开车的时候，它都会响。捷路便当哎，很夸张，记得。对啊，古董啊。为什么有个？
卖铁路便当的，叫卖便当的。这是便当盒。哇，这是在开火车。这个模型，这个模型好。火车过山洞的模型。哎呀，这个模型好真哦。嗯，那铁道做得很好。横断桥模型，这边也是有铁道在旁边。铁轨有电哎、小朋友都喜欢这种火车模型。